原也高兴，愿您诸位有时间您就常来，哎，没事儿您就来，常来，常来，来，真的来人越多越好，想不着，来人越多，我们演员挣得越多。实话，德云社民间的小相声团体，我们演员的收入的开支都是打诸位您的票钱里边抽出来的，真的，你看德云社这些演员，最近你看都有点瘦了。我已经成功的瘦了一斤了。这些日子也是下雨，不得出去，不得遛弯儿了。可不嘛，你要说咱天津美食多，特棒，好家伙，遍地都是。你知道我这哥哥来了天津之后，他高兴，我就爱来天津。能吃啊，对，能吃也是福。但是呢，也得节制。哎，是不是？能吃炸糕，爱吃炸糕。炸糕这个东西好，但是天津炸糕这我一个。可以了啊，您就是尝尝，哎，尝两天就可以了。炸搂不住，哎，我这哥哥好家伙，一吃三十多两，吃三十多两，这还棒不好，都不嚼啊，都不嚼，我直接往里扔。吃完之后他问我怎么问呢？天津炸糕有没有馅？我拿它当人参果了。第一页的黄豆你吃过了，来打可乐，要不然找肉。你看呢？来打可乐，得往下顺是吧？哎，大兔子，自个儿过节了吗？给自个儿买一大兔子，多大桶？4.5升。有啊，馅儿，馅儿，馅儿，喝去之后，我后边就出去了。这炸糕就飘上了，炸糕飘起来。一扬脖，不过啊，哎呀，边上那个沈大娘都看傻了，都没见过口吐炸糕的。哎呦，这是嘛？那好像老狐狸修炼好，我这炼丹了。反正这个我这哥哥这个胃口啊，确实是好，赶上好时候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吃得好，穿得暖，我们这代艺人挺好。真的，老年间的时候，我们这说相声的穷苦艺人可不容易。最早的时候都在马路边上演出，平地抠饼，对面拿贼，真是难难，吃上顿没有下顿。那有时候那艺人，他们家人深有体会。我们家啊，你看我们家祖上没有说相声，我们家祖上，你们家祖上就是骑摩托的。啊，其实好多好多人认为我的出身。比较显赫，谁能认得呀？还高学历，好，你看高学历就不是放炮崩的，眼神都不一定了，那叫搞科研，知道吗？啊，搞科研搞大事，看电脑能不能响。人家上辈没有干这个行业啊，都是普通家庭老百姓啊。就是种地的农民啊，那挺好。人家人，他是不是天津人？哎，我呢，他北京人，我老北京，老北京，出生那个好地方，哎，北京寸土寸金，人家家庭，但是老年间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富裕，一般。对他父母也是这个古曲，他古曲哎，对了，古曲行业，他父亲呢弹弦儿，弹三弦儿，哎，三弦儿啊，民间的弦乐。这挺不好来的，太难了。咱中国的弦乐太难了，想不通。他父亲会弹，他母亲呢会唱大鼓，唱得好。哎，两口子一场买卖，嗯，那时候挣钱可难，是不好挣，太难了。可不嘛，小两口子坐在家里聊天，得聊聊啊，怎么吃饱饭，挣点钱养家糊口嘛。对，老北京。聊聊天儿，每个地方说话这味儿都不一样。哎，尤其我们那儿，天津那儿一个味儿，北京应该又一个味儿。北京说话风趣幽默，两口子在家里就聊天，怎么聊？说话也是京腔京韵。那老北京人吗？他父亲就说，我爸爸怎么说的？那时候这日子大不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老北京，这是老北京啊！老北京都是河南移民过来的，是吧？怎么这么切呀？你母亲说话也很惯，
这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母亲在旗，我妈是旗人，哎，八旗子弟。对了，家里面是正黑旗，对，黑旗了不得，那是着火冒烟了，那是正黄旗啊，正黄旗，哎哎。说话也是比较冲，对，胡同里长大的孩子，跟那个楼房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，又有区别了，脾气直，嗓门也大。他，啊，那你说他我埋在楼下，那是我在这楼下你，我妈要现原形儿，老老北京人嘛，啊，周口店移民过来，我都快饿死了呀。那把抽屉那个腰辣拿回来我吃了啊，人吃辣的，想那个地方这么腰辣的昨天晚上我吃了呀，你吃了我也缺人家的，哎呀那是辣呀，哎呀什么辣不辣的，你都这糊涂一点还是吃呢，你那要命，饿的没办法，那有树皮也得啃呢，对呀，饿的两口一琢磨着，把老本行捡起来吧。哎，租一上大鼓去，大鼓书虽然说辛苦点儿，那能挣钱呢，不容易，也好几年没唱了。嗯，三声老贵的，把这个三弦儿给找出来。哦，三弦儿，好几年不用这弦儿了，有点受潮了。啊，一弹这个声音也不老正。这声音呢，有点大把抓狗挠门的声音。狗挠门，一天哗啦啦啦。你还别说，这德行还真像狗挠门。我学的也是你大爸，对，不带这么占便宜的。弦儿有了，还有鼓呢，鼓呢？上大鼓没有鼓哪行啊？大鼓书吗？可不吗？家里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找邻居借一个吧。哦，他们家邻居过去是卖炭的。哦，三棒鼓吗？老北京那儿过去卖炭的人敲，嘣嘣嘣嘛，弦坏，中间一窟窿，哇！然后耗子磕，耗子磕透，从这儿能看到这个，好的漏。接过来之后挺高兴，嗯，你母亲跟你爸还逗着玩呢，怎么逗的？不是什么德行，这饿死都不多，你说意思鼓这鼓吧，这有一窟窿，该有鼓了，哎，养活了半天，把这鼓呢放在这鼓上，嗯，鼓有了还有鼓键子，啊，鼓键子，哎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嗯，敲鼓用那根棍儿，哎，鼓键子，对，这挺重要的，嗯。这古建的人家条件好的，什么小二弹的黄花梨的，嗯，都这，家里哪有那么好的东西啊？嗯，没有，怎么办？他父母也有主意。那把邻居家那个自行车那个车条啊，给人卸下来一根。哦，你想那一葫芦上那么多车条，你那卸一根他也发现不了。缺德不缺德？这玩意儿敲不坏啊。对啊，嗯，古建的有的还有板。板呢？就是那个有铜件的那个，嗯，铜件一打乒乓乓响，就鸳鸯板，但是也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父亲有主意，什么主意？邻居家门上的荷叶写的，这谁是我们家邻居？倒了霉了，拆成两份儿，行了，家事就算齐了，行吧，试一试吧，啊，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丝弦不好弦儿，把那个拉着，那狗挠门又来了，你看，母亲这在这敲鼓。都什么声音？行，可以能出声就不错了，不错。哎，出去挣钱去吧。嗯，我们不能再市里挣。那在市里啊，嗯，能人太多了。对，跟人家竞争啊，竞争不过，太远了。上哪儿？上郊区挣。哦，农村。哎，郊区，比如说四环、五环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就郊区了。是。现在是很发达。对。在过去，二环以外就属于郊区了。嗯。走吧，走到一村边儿上。一老太太看着，老太太，而且背着钱就抱着，也不是干嘛的，问一问吧。问，二位，你们这是干嘛的呀？这是。对。哎，你们在咱们厂哪不是这里啊？一点都不贴。唱大鼓书的。嗯。那你们这是唱什么大鼓的呀？这是。应该问问吧。哎，你们厂咱们是唱鼻音大鼓的呀。什么大鼓？不行。北京大哦，对，听您这个北京味儿真浓嘿！一听老太就是外地的，分明就是市里人。你怎么听出来的？那唱这一段要多少钱呢？啊，不能个儿，我才不能个儿。那论什么呀？论宿，论宿，论宿。哎，唱一宿呢？啊，咱们要10块钱。哦，嗯，唱半宿呢？啊。
那没有撒什么钱啊，这不是缺心眼吗？这不是缺心眼，这半球比一球怎么还贵了？贵了，这就买卖道啊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说唱一球为什么便宜？在本家就吃住的。哦，半球为什么贵呢？嗯，上外面大半夜的住店花店钱，嗯，吃饭你还得花饭钱。哦，这么回事儿，这个钱得挣啊，能省钱了。老太太一琢磨，那肯定一宿合适啊。对，那便宜不少呢，这个。那来一宿吧，来一宿。今儿我过生日，这儿过生日，这儿过生日啊，给你们包酒了，嗯、上家唱去吧，走吧。听这词儿真熟，上家去。老太太高兴，嗯，便当请客，来吧。街坊四邻、亲朋好友全都请来了，都给聚齐了。农村那个院子大，长院嘛。房上、墙头上、树上，哎，坐的都是人，连树上都有。那孩子呀，也够十二三岁的那孩子，他就是登高望远嘛，真闲的，看得清楚。嗯，啊，好几百人，嗯，父母也高兴。哎，没见过这么多人，好家伙！啊，老太太看人也差不多了。嗯，那个开始吧，二位准备唱吧。嗯，父母那儿支好鼓，定好弦儿。嗯，准备开始吧。好啊，父亲人一瞅，老忘了这狗挠门，你那敲鼓，卖力气，还没张嘴唱呢。嗯，老太太就挑大拇哥就夸，怎么夸呀？好，哪儿好啊？老太太啊，看唱大鼓多卖力气，怎么的？那鼓都快敲漏了，你嗨，那本身就是漏的。行了，二位别敲了，嗯，差不多得了。敲三十分钟了，哇！净敲鼓啊！我们那不懂那点儿，我们就直接唱吧，我们听词儿直接唱吧。嗯，我们张嘴就唱，怎么唱？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唱完这句，老太太挑大拇哥就夸，怎么夸？好！哎，怎么又好啊？老妹，你听唱多好。哪儿好啊？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对呀、啊，这是《西游记》的回目。嗯嗯，人家上来就给书说，嗯，直接入主题。有这唱大鼓的，我知道。嗯，他蒙是，嗯，唱七八个钟头啊，你都不知道他唱的是。好家伙，都是片儿唱的。人家这上来直接入主题，哎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真棒。老妹，你就听着吧，错不了。哎、而接着往下唱，嗯。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好，怎么又好啊？那你听人唱多好啊？怎么唱的合情合理？哪合情合理呀、啊？你想啊，他打他啊，他能不还手吗？嗨，对吗？那老猪也不是好惹，天蓬元帅，天上神仙在这儿。嗯，接着往前唱，二位接着。嗯，孙悟空大战。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这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这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这孙悟空。这 MP3 呢？这是。就这两句来回来去的叨叨。好家伙，朋友们真卖力气，打下午四点半。嗯。一直唱到夜里十二点呢，好，这么长时间呢，全院人都走，那还不走，孩子从树上跳下来骂街就跑，还带讨厌的，整个院里人就剩老太太一个人，就这一位了，抱着肩膀，嗯，看着这二位，啊、嗯，这房子是我的呀，要不是你呢，我他妈早走了。太伤心了，这俩人胆儿太大了，太老北京了，知道一个猴知道一猪就敢唱西游记了、嗯、这要是知道俩长虫还不得唱白蛇传呢，呀真敢唱。行了二位别唱了，人都走了，别唱了，还歇会儿吧，歇会儿歇会儿。老爹咱们不累，他还不累。对，我知你不累啊，那猴跟猪累啊。俩人打一天都有好几万回合、哎、那都不分胜负、嗯、我替唐僧我疼了疼他们、嗯、你让他俩人歇会儿歇会儿吧，然后你们俩人呢也歇会儿，老爷已经很累了，那就老爷那没歇会儿，就他累咽气了都。怎么着
老太太有吃的，没看着吃的，传产了吗？这都你心没脏？怎么？听这样还要吃的呢？还得吃饭呢。没给你预备什么吃的，我也没做饭呢。啊，你要真饿了，正好窗台上有凉豆窝窝。哦，正好有俩，你们一人一个，你给打算蒸半年了再吃。饭还能吃吗？一个饭能解饱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我们过去之后拿个凉豆窝窝，嗯，住他。哎呦，我们跟瘦猴似的。好啊，瘦猴，小二斤呢。哎呦，哎，父母确实累了，饿了，母亲拿回来，张嘴拿牙一咬。这是牙全掉，啃着砖头了。老太太，有锯吗？来锯，谢谢你啊！拿锯干什么呀？锯那豆窝窝。啊，这成木头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锯的一块一块，吃了之后噎得慌。哎，老太太有套吗？有有。来来，还那烫吃还挺全乎。嗯，水缸里有凉水。啊，俩人快凉水。来点凉水。真听话。嗯，一人快了两大杯凉水，咕咚咕咚喝下去。这还行了。还别说。这凉水这么一溜缝呢，算是饱了，真不错。天儿也不早了，都快一点了，夜了，够晚的啊！我太太一看，赶紧睡觉。嗯啊，你们俩人住这屋，我住你们对面这屋。嗯，俩人进去早上歇着吧，差一天怪累的，吵成玩意儿。你这边还得说句闲话。太太进屋，人家带上门，哎，躺被窝睡觉了。他父母进屋一看这场景，嗯，还高兴，高兴什么？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，这话怎么讲啊？刚才说话不饶人，心地很好。你把这炕烧得很暖和，嗯，铺的新的厚棉被、新枕头、新枕巾，嗯，都给预备得了。父母高兴，哎，准备窝睡觉了。对，明儿还出去挣钱去吗？还得唱去，被窝里，嗯，一会儿呼噜就睡着了，嗯，睡着了就睡着了啊，睡到三更半夜，可就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你琢磨，吃了凉豆腐，喝了凉水，下边这热炕一腾，上边这大厚棉被再一盖，哎呦，到了后半夜，这他羡慕他有大厚棉，就是俩人这肚子里头，就这个屁呀、啊，可就拦不住，是啊，两口子在被窝里就开了火了。打起来，叮一打，叮一，比放炮还精彩。不到五分钟啊，怎么样？这屋里面浓烟滚滚的，呀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可了不得。关键是他辣眼呢。对呀、啊，这让人有点受不了。嗯，你琢磨，老太太住对门那屋啊。愣给呛醒了，呛醒了！大半夜的，老太太睡得悄悄的，哎呦，孩子都呛着了是吧？谁家没气跑了？真棒，还液化气，怎么那么辣眼呢？嗯，皮鼻子一闻，还闻闻，怎么那么臭啊？是啊。这不是煤气呀、啊，这是屁呀、啊！闻出来了，我可不能做屁下之鬼呀、啊！屁下，我得找找这屁源在哪儿啊！这还有屁源？我好，就这屁怎么样？韭菜屁塞牙那么臭，窝窝屁豁嘴那么臭，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啊！要账的屁是不等不等不等，扛账的屁是出溜出鸡出溜出鸡，二百年羊杂还要点土深深，老真跑鸡普寸的不大，牛叫我这哪是屁呀、啊？那是勾点欠就是屎了。我太脏了，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找他父母这屋这门口，到这门口了，老太太也是大意，怎么了？伸手、嗯、一拉这门，嗒。这股子气流啊，啊，比老太太蹦出两米多远。是啊，老太太进屋一看，把老太太都吓着了。这就看他父母那个背啊，在这儿。我老太太吓得我可不能过去。为什么呀？还把我崩死的。崩死的。咱屋里边多大气流啊你？老太太也聪明，在院里面拿出竹竿
你让猪溜溜过去之后，拿竹竿一挑着背子，砰！一股子青烟，砰！一个蘑菇云出来，丸子大呢！哎呀，把老太太给气的，春雷，春雷，起来，起来，接着给我唱去啊！老太太，您不是不赖小娘唱吗？嗯，是啊，你唱的再难听，怎么样？也比放屁强啊！